赠了，完全没问题的。いらっしゃい。所以还可以跟他讲，我家有很多的服装，不知道要怎么挑，希望他可以来帮我出点主意。あら、やめちゃうの？感觉还蛮 OK 的哦，对不对？合情合理，还要回礼嘛，嗯。好，来。ようこそくぐら屋へ。圈圈感觉超级留言，圈圈你的初恋是什么感觉？就恋爱啊！今天是不是聊聊他好不好？我们有聊聊他，可以再聊这些。你要专心的来看一下，我刚有买那些东西，有淫威之翼，淫威之翼我们打到那么多、哦，我是想说可以来，有些可以提升或解锁，有娱乐獠牙、勇者灵魂，这是新的哎。陷入无法战斗前回复 HP 一哦，我记得好像有些人有，是不是？之前有，对对对，有没有？每次都锁血，原来就是这一招，这个很厉害，一定会锁血的。这我觉得也是可以买啦，不是买啦，就是弄。再来看起来没了，这个还有自动操作角色平血平死时 HP 回复 20%， 关卡攻略中哦限一次，哇、哦、这好酷哦！またお待ちしてますね。好，我们都变得更厉害啦，可以前往雅克罗斯塔。走喽！噔噔，高400公尺的倒立波塔。感觉鬼机系的都一定要有这种超级超级高的建筑物，哎，对不对？好像就是一种帅气吗？还是什么？我不懂哎，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超高的东西。啊，是那个吉祥物杜丸，是不是？我记得好像叫杜丸，大家可以看看。该不会我们要扮成玩偶吧？我觉得超级之有可能呢、欸，因为我们就是个打工仔啊。那我们要扮成玩偶有没有？然后很多小妹妹就会来跟我们拍照，然后要抱抱。脸上写的第一次来着，啊，那地方真的感觉超高级的。购物商城有美术馆，天哪，我几百年没去美术馆了，我们来看看水族馆，哎呀，还蛮酷的哦。 Aqua Town 不知道什么意思，请问要去几楼？失联工读生枪爆了，可恶。买都买，哎，杜丸商品，杜丸闹钟，杜丸圈圈，好烦哦！这什么？你怎么念的、啊？玉露之声，杜丸吊饰，哇 ，HP 加500，其实还蛮厉害的。饼干，我也买一个。洋菜的声音这里，看一下哦。其实我没有想要换的，理应还是
哎，我们。ミア，起動しますね。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ね。林比较好听。さあ、最高のステージしましょう。ミアを開くよ。また会いに来てよね。林比较好听。好。四爷。杜婉今年满三岁，四爷将怀着感恩的心情，让各位见识武士之魂。四爷，哇塞，哇塞，那是桃木剑啊！在下还要跳杜婉的感谢之舞，四爷。嘿哟，噔噔噔噔噔噔，嘿哟，噔噔噔。嗯，天哪，我们等一下该不会就要扮演这个吉祥物吧？哦，杜婉还歪了我的头。嘿哟，噔噔噔噔噔噔，嘿哟。到底呀、啊？好，我们要来了。头上长着树，真的是很莫名的。你好，欢迎光临，来打公仔。哦，剧场，哎，剧场楼层后台的工作。所以会看到表演咯。还以为是杜婉。工读生请假哟，我们出城一下，说明等一下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精彩、刺激、香艳的表演。哈呼哈呼哈呼！开始工作了吗？我们来确认一下哦，是否所有的都做完了？支线记得都完成了，羁绊也都完成了。全部都完成了，好。また会いに来てよね。可以。那我们就开始打工。哎、欸。哇哇哦！嘿嘿嘿，没吓到了。久我山，お前。久我山。嘘，名前は呼ばないで。プップ。でもうおーって、君そんな声も出るのね。いつも済ましてる時坂くんの意外な一面発見。好感度提升，好感度提升。済ましてねえし、ガキみたいな真似してんじゃねえっての。ねえねえ、それよりなんで君がここにいるわけ？在一起。もしかしてさっき買いそびれた衣装を買って届けに来てくれたとか？哎，你看这个这个羁绊还有在，有没有？嘿，そうなんだ。在一起。ちょうど私もステージ入りするとこだったの。それにしてもラッキーね。ライブの裏側なんてなかなか体験できるもんじゃないわよ。演唱会的幕后。劇場フロアの裏方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なのか。君ね、森宮っ子の風邪でも受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ま、ライブ成功のためにも精一杯よろしくね。そうだ、帽子を取って腕でも組んでいこっか。ファンに見られたら大変だけど。シャレになってねえぞ。好啊，好啊，好啊。他一直在调侃我们呢，女孩子，对不对？调侃男孩子，他其实一定是有用意的，哎，婆，哦，所以说只是努力的工作。啊，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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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不是很重要？呵呵呵，林音根本是肉食女，这一张是偶像咯，感觉比较是偶像啊。嗯，欸，偶像到时候他们被雾给抓走了，很有可能。然后我就去拯救他，他就爱上了我。但是他们成员有很多，所以就开启了后宫。中，一定中。来了来了来了！哇呜，杨灿！哇呜，林一林一，两个字也太相似了吧？小夜睛，为什么他是短裤？それじゃ、早速この曲からいくよ。いくよ。せーの。恋のシューティングスター。有一种好笑感。哦，摇嘞摇嘞摇，摇嘞摇嘞摇。我从来没看过偶像演唱会，就是长这样啊。还有两个人穿短裤，好，我们来听音乐。可以，可以。呜呼！拿起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太大眼睛了！摄影师在干嘛？哦，这还有福分可以看哦。正常工作人员其实不一定可以看。我之前看过演唱会只有艾薇儿的，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其实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他们只能有一些工作人员啊，像有一些警卫只能背对着那个舞台，哎，就他可以听歌，但是他只完全全程都要背对着舞台看着现场的状况，嗯。哇，5000块，还可以听这首歌，不错不错不错。日韩蛮多那种这种团体的，嗯。与歌迷的握手会，偶像真不轻松。哎呀，完成度相当高啊！那是学长，学长也来偷看，哎。哦，東木坂か。学长，哦，看来不是。郊外半点是，不知为何走到这。哎，你看我们刚刚完成那个羁绊任务，有知道他最后买了什么机车？我就说要给那个光头，对不对？张红喜欢机车。现实还没看过演唱会，没关系啊，我们等艾薇儿再次来台湾演唱会。同意哦。学长要请吃饭。でもいいんだが、お上品な店が多そうだからな。せっかくだから、がっつりとした腹にたまるもの。哎呦，那就是这附近啦，高级餐厅啊，那个不好意思，这栋塔的那个顶楼的餐厅，谢谢。谢谢，谢谢学长，谢谢学长。